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20周年基金会杰出义工奖。站在我身边的是基金会创会会长黄青先生 Mr. Charles Huang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。 大家新年好，前面20年感恩有你们，希望后边20年，希望我们大家再继续一路前行。我们注意到黄会长也是当年那8位朋友当中的之一，再次用掌声感谢他20年来的默默奉献。同时呢，我们想用掌声有请获奖人代表王俊、蔡金、李黎、杨丽。也有请会长向义工们颁奖。获得杰出义工奖项的人还有吕晓彤、曾永煌、徐慧平、毕春晓、徐小燕、傅耀芳、陆然、扎文伟、崔福善、黄卓雅、吴大夫、李世平、赵强、何庆平、马锦华、李小敏、邵光辉、张春霞、朱桃香、蔡志宏、朱江、李彩兰。好，再次感谢20年辛勤的奉献，感谢所有的义工朋友们。